不同粉丝选择喜欢的主播，黑粉居然喜欢葡萄。首先是黑粉，他们会选择哪个主播呢？他看了看西瓜，又看了看葡萄，他选择了葡萄。你为什么选择葡萄呢？因为葡萄姐姐凶呀，越凶我越喜欢，跟我黑主播一样多开心。不愧是黑粉啊，思考角度都不对劲。接下来是路人，他会选择哪个呢？他直接走向了西瓜。你为什么会选择西瓜呢？我最喜欢吃西瓜了，而且这么热的天，肯定吃西瓜了。有道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们来看看真爱粉会选什么吧。他看了看浪哥，又看了看小王子，最后谁也没选。这位粉粉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都没选呀？你们这些主播我都喜欢，我要全选。有这么多真爱粉，真的好感动啊！接下来是最讨厌的主播，黑粉会选择哪个主播呢？他看了看浪哥，不会是选浪哥吧？不对，他走向了小王子。哎呀，你怎么是我黑粉啊？谁让你比我帅的？我要黑你！不是吧，帅也要被黑啊！再来看看路人，他看了看小王子，不会我的黑粉那么多吧？不对，他选择了浪哥。你为什么讨厌浪哥呢？浪哥人那么好。我可是坤哥，不可以有人也叫哥，因为哥只是个传说，所以我要讨厌浪哥。哎呦妈！真是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呀。粉粉们会选择什么主播呢？快来告诉我吧。